材料清单，切片吐司，水果随意。准备好吐司，你可以烤、抹酱、抹奶油、抹黄油，随自己喜好处理。水果去皮切成厚薄均匀的一片一片，按时冷派在吐司上面。选一把锋利的刀，快狠准的一口气切掉吐司边，貌美的水果马赛克吐司就完成了。给你们看一些 INS 的美图，仅供参考。多种水果蔬菜放上去也特别好看的，大家发挥自己的创意吧。同一品种不同色系的水果也能营造出漂亮的感觉。黄瓜编织也是 real 有创意，西瓜的搭配也很棒，一起来动手试试吧。小贴士，刀一定要快。